為咗加強復課嘅防疫嘅工作咧，教青局將會以學生嘅安全為最大嘅考量，實施咧非高等教育學校嘅教職員工同埋跨境學童嘅核酸檢測計劃，費用咧由特區政府負責。教職員工同埋跨境學生咧需要經過檢測後咧就可以返回學校。非高等教育嘅教職工咧係將會喺本澳仁伯爵綜合醫院兒童綜合評估中心嘅舊址接受檢測，而跨境嘅教職工同埋學生咧就會喺珠海指定嘅醫院進行檢測。計劃將會分階段進行，4月20日至到4月30日咧係任教中學教育階段嘅職工咧率先進行，以確保咧高中同埋初中教育階段咧順利復課，而其他教育階段嘅教職工咧將會係配合復課嘅時間安排啦，稍後按序咁樣進行嘅。如果兩地嘅防疫出入境政策不變嘅話咧，所有嘅跨境教職工同埋學生咧係每7日咧需要檢測一次，咁佢哋就可以順利往返珠澳。而相關嘅檢測工作咧，教青局咧已經聯同衛生局同埋內地嘅相關部門咧進行咗緊密嘅一個溝通協調，喺珠海指定嘅醫院咧進行檢測，並將透過學校通知啲需檢測嘅教職人員啦，同埋跨境學生具體嘅日期、時間、地點以及詳細嘅安排。本地嘅教職員工咧係做一次性嘅檢測嘅啫，做完一次就得噶啦。咁喺內地嘅跨境師生咧，由於因為佢哋要有一個7天嘅檢測嘅入境政策啦，所以佢哋要7日做一次嘅。咁同埋咧，佢哋稍後咧呢啲嘅所有嘅老師同埋跨境學生咧，都會收到佢所屬學校嘅具體通知，佢哋嘅時間地點嘅。咁所以老師都唔使擔心啊，我哋會稍後由學校逐一通知佢哋嘅。